是真准呐！我爷让我在家洗了一天的衣服，啊，这就是大喜呀、啊！今天又说我走桃花运，这桃花运搁哪呢呀？这样，拿下！哎呀，桃花运来了！叫妈，叫小姑就行。小米粒，你是不是感觉到我想你了？想点啥去？那啥，你在家干啥呢？刚做了几道菜，又研究会星座，还吟了一首诗。啊！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在。桃花依旧笑春风。这么一会儿你还干这么多事儿，你效率挺高啊。那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啥事？等会儿呢，我有个朋友过来找我补课，那个能借你地方用一下吗？补课呀？啊，小学、中学、高中啊？成年人？成年雄性啊？别女的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欢迎。哎，对了，咋不在你家补呢？我家人多闹挺啊。对，俺家清静，就我老哥一个。那行，我现在就给他发个定位，让他上你家来啊。哎、那个小米粒，你看啊，趁第三者没来，咱俩聊会儿呗。行啊，聊呗。哎，但时间紧，任务重啊，抓紧啊！预备，开始聊啊，聊啊，聊啊！你这是聊天吗？这不聊斋吗？行，那你想聊啥？你起头吧。聊星座吧。你啥星座呀？我属龙。我属虎，龙虎斗啊！我说的是星座，不是属相。啊，星座是吧？啊啊！我天上火。我大海水。我这歌聊的稀碎呀，哪也不挨哪呀。哎呀，哎，人来了。嗨，嗨，来看这些。Thank you。 哎，你今天好漂亮啊。你今天也很漂亮啊。这不是为了配合教你学汉语吗？谢谢。哎，小米粒，来啊，来，你的学生是外国人呐？咋的，不行啊。快来跟人打招呼。萨瓦迪卡。什么玩意儿，泰国语呢？啊，我一紧张就整串了。Hello, my English is very very 不好使，你明白没？ Yeah! 他说啥玩意儿？你没听懂你也啥呀？他说他很高兴认识你。啊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摇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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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你个头，你摇，你以为拐个弯就是英语了啊？再说你这急转弯一下给我拐四川去了。你那个学到用时方恨少啊。你俩搁这嘎聊吧，那个我上街溜达一圈去，我找个地方杵会儿。哎，你干啥呀？我一上来你就撩，小挺待会儿得了。妈呀，这东北话说的挺地道啊，跟谁学的啊？我老师教的，咋的？哪个老师教的？我咋的？不咋的。好。那什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他呢是来咱们中国的留学生，他呢教我英语口语，我教他汉语口语。那个他叫巴沙雅。你好，巴沙子。螃蟹呀，还巴沙子、啊？他叫巴沙雅。啊，对，巴沙雅，听岔劈了。巴沙雅，那个这是我大侄子王小恰。你好，大侄子。哎，别这么叫，我比他大，你管我叫哥就行。哦，对不起。你好，大侄子哥。把大侄子扔了，叫哥。逗你玩呢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这别别逗我玩儿，哥，逗你我都没法接了，这事儿了。别行，来坐下坐下来。逗我玩儿、哎。来，把啥子？你还挺会逗的你。哎，小米粒儿，他是你什么关系？他呀，我俩是发小。
啊，对，发小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就是我们俩从小吧，嗡一下就长大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青梅竹马。对，青梅竹马。两什么玩意儿？两肋插刀。对，青梅竹马，两肋插。咋还干兄弟上去了呢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在这捣乱了，我们要上课了。啊，对，你们上你们课，我给你们记点啊，45分钟一节课。小米粒儿，你大芝芝哥好热情的。哎呀，他就那样，见谁都自来熟。哎，小米粒儿啊，我今天找你来，有一个问题想问明白。啊，你问吧，什么问题？哦，晴天，你跟我说你要减肥，对吗？哦，要少吃饭。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可昨天你请我吃饭，又对我说：“巴沙呀，能吃多少吃多少。”我是多还是吃少呢？你犯病了你啊！笑啥呀？这个我给你解释，这个是这回事儿。他减肥，告诉你能吃多少吃多少，是少吃。他请你吃饭。告诉你啥呢？能吃多少吃多少是多吃，明白没？明白。我们中国的汉语博大精深，一句话有好几个意思。比如呢？小米粒和我约会。谁跟你约会啊？我说的是比如啊，小米粒给我打电话。嗯。喂，小倩啊，你要早到呢，你就等着吧；要是我早到呢，你就等着吧。语气不一样，意思就不一样，明白没？我糊涂了，是不是糊涂了？这么跟你说吧，你是别说了，你别在这打扰我们上课。他说的很对，你知识很多，我以后要向你多学习。哎，你别向我学习，要向小米粒老师好好学习啊！哎、谢谢你，小米粒，你大芝芝哥很有耐心。哎呀，他那是招人烦。别理他，那个，现在咱们开始正式上课了啊！哎，你刚才不是问我吃多少这个问题吗？嗯，啊，我现在给你解释啊，一个呢是强调吃这个动词，所以吃呢就是让你多吃的意思，所以这么说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那一个呢是强调少这个形容词，那就是让你少吃，限制量的意思。所以说起来呢，就是能吃多少吃多少。老师讲的太好了，那赶紧喝口茶吧，一会儿来。来来，好，喝茶。停，能喝多少喝多少。你猜，我是让你多喝还是少喝呢？啊，倩那么讨厌吗？小米粒，他太可爱了，你真幽默。有喝喝，你喝了有凉了。你太棒了 ，I love you。你亲我干啥呀？我喜欢你。你喜欢也不能亲我呀！哎，别别，我不是看你咋这样？美女亲你口就亲一口呗，有啥不乐意的呢？我亲你，你乐意不？我不乐意。那这不就得了吗？你亲我干啥？给我赔礼道歉。我喜欢你才亲你。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你瞅瞅你那基因。你要真娶了她吧，给你改改，那不比整形来的彻底吗？你桃花运来了。这哪是桃花运呢？这不桃花节吗？你不能喜欢我，你要喜欢我你就遭罪了。谁说的？你温柔热情，幽默浪漫，懂多多，会做饭，这样的男人很少见。我一天就知道玩，会玩的人才浪漫。我从来不干有意义的事儿。那你是干有意思的事。我天天在家待着。哦，你是个顾家的男人。他疯了，他疯了，他赶紧救救我吧，他疯了啊。那个什么巴山，你听我说啊，他吧，他确实不咋地。有一回吧，他说请我们一帮朋友去吃饭，等到买单的时候呢，他人没了。你说这多不地道。是你们的不对，为什么要让他请客？不能 AA 制吗？是的，我是巴沙的。你听我说啊，你指不上我，你知道不？我胆小，我根本就不上你，我保护不了你。我见着毛毛虫都吓得哭，嗷嗷哭。哇，你好有爱心，小米粒。准备聘礼吧。既然这样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实话实说了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
谁呀？他。朋友啊！哎，别听他，我怕。是啊，我不是你。你撒开我！多好的姑娘啊！美女好，美女好，美女好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喜欢小米，小米不喜欢你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还有戏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啥去？我回去给我爸爸打电话，让我爸爸明天来看他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给我打冷了！哎呀，我的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个咋能够？小米粒，我爸我说的这么坏，他都喜欢我，这真应了那句话：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至于吗你啊？小米粒，你救救我吧！我咋救你啊？当我女朋友。